王長安師傅係趙武太極拳第十二代嘅傳人，係國內太極名師。佢師承於西北雙剑之稱嘅鄭伯英弟子郭士輝。趙武太極拳嘅大家108式，佢而家表演呢一套就係趙武太極。通常嚟講，都係一個傳統嘅太極拳。 佢架子既可以練功，可以作技擊之用。